大胜劈卦攻防散手课程展开了两三星期，但是吹水和鱼蛋已经被李飞镖师傅要求从实践之中印证所学到的技巧，所以特地安排了一场比试给两位，要他们亲身感受一下实战搏击的体会。李师傅更加请来曾经实战经验丰富的大胜劈卦门国术总会主席罗建雄师傅来到观赛，以及分享搏击心得。我覺得我自己的表現就用力很多，即係好嘥力咁咯。覺得自己，譬如佢打佢啲攻擊好鬼快啦，有時又我擋得嚟，我又擋唔到第二下，佢又出腳勁啊，一成日中咗幾腳咁樣。咁覺得今次打係幾好嘅，有啲進步空間。我覺得自己嘅表現就唔係話咁理想啦，因為始終臨場嘅時候都唔係咁鎮定，都個人都好亂。反而我覺得我對手就比較鎮定，即係我可能我出嘅招數可能比佢多，但係好多都係虛招。我覺得自己係啊，即係但係就佢就啊，我對手就真係招招有力嘅，係啦。咁同埋對手即係自己我嗰個個子比佢少啦，咁佢嘅身高都比我高，咁變咗要攻佢中線咧，其實都比較難，咁所以我就花好多時間，即係喺左右跑走跳啊，入位入身啊，去攻擊對手嚇。咁比賽之後自己覺得都當係攞經驗啦嚇，一個學習嘅機會，令自己即係自己下次嘅技術都提升。頭先你哋嗰個打法咧都唔錯，因為如果以你哋喺未有擂台嗰個經驗咧，都算係拿捏得都叫做有啲準確。咁當然啦，喺擂台嗰度，如果上得擂台咧，一定係要經過一段好長時間嘅訓練。呢個訓練咧好艱辛嘅，拳手咧就要犧牲好多嘢嘅。咁亦都同館入邊一啲師兄弟咧就不同磅數、不同高矮嘅肥高矮瘦嘅對打嘅。咁你哋先攞到一個實戰嘅經驗。首先我哋講擂台嗰個搏擊先啦。擂台搏擊咧，當然係你喺上擂台之前咧，你經過一個好嚴格嘅訓練。咁呢個訓練咧，到你可以掌握到可以上到擂台嗰個技巧之後咧，跟住你喺擂台上咧，你亦都要遵守擂台上面個規範。咁呢個規範咧，就當然係你如果技術你係又勝一籌嘅，咁你當然係得勝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將呢個輸贏咧擺喺一個咁關鍵性嘅。咁有時輸咗咧，咁你可以再下一個回合。咁好啦，呢個就係由於一個武德。咁我哋再講翻就話另外一啲以武會友嗰啲咧，嗰啲咧你又要分啦。就如果你話我哋真係一啲好普通玩下嘅。咁贏咗就冇乜嘢，輸咗都冇嘢，都係老友嘅。咁嗰啲有咩咧？咁另外就係話有啲突發性，埋到嚟你都唔知道，你都唔想嘅一啲所謂街頭一啲打鬥。咁呢個打鬥咧，咁當然啦，就我都覺得就係話，就算你技術好，對方點弱都好啦，你都要疑中留情。咁我亦都唔主張就話學咗功夫之後咧，就係個人就較為係太自我、太空殘，
即係冇咗一個定，即係個自己一個定力喺度，就作出一個我係霸主，唔可以有呢種心態。吹水同魚蛋經過實戰比試之後，似乎對攻防技術有更加熱切嘅追求，同時亦都感染到其他學員，更加投入課堂，興趣大大提升。大家都想在防御手法以外學習到更高的反擊技巧。之前呢都是教大家怎樣防守，譬如我們單手、雙手都是一個防守，但你永遠都是一個被動的姿態，其實是不能夠的，即是適當的時候你都會反擊。但在我們的概念裏面，我們反擊的不是真的要打到人、傷害到他、我們只要制止到這件事繼續發生下去，或者令到你相信他不能夠再攻擊我，咁咧其實已經係好辦法嚟嘅啦。咁裏邊咧，如果我用咗直接用嗰個拳頭去直擊咧，個傷害比較大啲。咁我咧就可以建議大家咧，我可唔可以比較咧温柔少少？我係用嗰個掌。咁喺掌法裏邊咧，我又分開攞種嘅。喺掌裏邊，你直推嘅推掌、雙推掌、單推掌，有劈斬嘅咧都係掌。譬如呢啲係劈掌。如果呢啲咧，譬如你上身埋嚟，你一護住。在下面呢，這些呢我叫撐掌。撐掌呢有正的有反的，就視乎你什麼情況。譬如說正掌閃身的是正掌，如果撐掌呢，對方來對方這邊來，我在外側一提撐掌，如果正方來的一撥在這裡順勢，這個手有一個移動。而這個正推掌呢不是一個正擊，它是一個呢推走它的。好了，而撐掌呢一個由上而下在前方這樣打，在這個地方呢一打的時候它受壓呢它就這樣呢。好了，當你這隻手打它失平衡的時候，這隻手再推呢它就向我打關頭。那待會我會跟大家說，我是托掌，托掌就是由下而去，托掌由下而去。咁我係俾人感覺說，一定係攻擊呢啲地方啊，其實都唔係一樣嘅喎。如果對方嘅手嚟喺下邊，喺你關節一托嗰時咧，同樣個傷害係好大嘅。咁我呢個做法，我係憑住向下升高推掌，就變咗兩重力啦。一個係腳嘅力量將我推高，另外一個手嘅力量將我再推高。因為當你推嗰時咧，對方一提起嗰時咧，你失效喎！如果我係再高嗰時咧，咁提嗰陣時咧，就算打佢唔到咧，都能夠令你失平衡。咁所以呢句就係話，點解我一定要利用雙腳去同手配合咧？如果你純粹一個手，但係如果我下邊咧托嗰陣時咧，我幅度大咗咧，對方嘅個俾我受制咧，係完全俾我受制啊！咁呢個咧就係推掌嘅一個做法。咁你話佢同擊打方面邊樣係更加係嗰個傷害性大咧？其實睇你點去運用，或者打咩地方，或者對方當時嗰個形勢係更加容易俾你用一個任何招數推到嘅啫。咁所以我打嗰時咧，譬如我哋打啲肩膊咧，師傅點解唔打中間打肩膊啊？如果佢大隻嘅，咁佢頂得住你。但係打肩膊咧，推佢就會失平衡啦，係咪？喺呢地方一推落去，佢咁咧，佢個關節咧，呢個關節係唔能夠向前嘅，一定係向後坐嘅。一推坐落去嗰陣時咧，另外一隻手就馬上到咗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推掌嘅技巧，同我哋中間一個理論。推掌裏邊咧，唔單止係推身體，手可以針對頭部可以，另外身體直接擊打可以，另外身體咧喺呢度一推，另外你咧咁嚟失平衡咧亦都可以。咁呢個咧就係掌法嘅運用啦。一間我練一個盤手，放鬆去將個圈咧做完。咁個腳步咧又唔需要特別安排啲咩嘅馬步去配合，總係個自然感覺到有力、舒服就得啦。就唔好話企得太直啊，令到自己咧失咗彈性啊。準備開始啦，好啦，舉手放鬆，係轉一圈，翻過嚟放鬆，係嗱放鬆去，個圈都盡量做完，係啦。咁我哋變嗰陣時點咧？上嗰陣時咧，略為柔少少，落嚟再起嗰陣時咧，發少少力，好，發力，發力，發力。
一陣間咧，我哋介紹嗰個托掌、單推掌同雙推掌，因為喺我嘅基本功裏邊咧，已經練過一個盤手啦，一個左右嘅移動啦，包括我嘅步伐啦。咁我點樣結落去咧？嗱，譬如我嚟一個托掌，托掌你要從一個字面咧托由下向上。咁你點嚟咧？假設你一個橫拳刀啦，首先咧撞。呢個撞咧，你可以一個平臂去撞。咁我再嚟一個，再留意，再做一個橫拳，推入入馬向上。咁咧托掌咧個步驟就係先攔前臂推喺呢度咧向上升。咁向上升嗰陣時咧，其實你可以坐馬啦，做咗啦，推嗰陣時咧直腳，將個人嘅身體有一個咁樣。咁咧，除咗手向上之外咧，當個腳同一時咧，就變咗兩個力量，雙重速度咧就更加快啦，個力量就更加大噶。呢個就係托掌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喺防守裏邊咧，就剛才講過咧，我哋有偏身側門，亦都有中門。咩叫中門咧？就係嗰個面對面啊。側門咧就係咧身體外邊，不論你係左側右側好。咁呢個正呢、這個單推掌係一個正門嘅用嘅方法。如果你我加埋上步之後咧，就更加咧將我嘅距離咧推向你身邊，咁後果係點樣咧？例如出嚟呢個推裏邊咧，包括因為我嘅腳步咧，之前係我兩個保持距離嘅，即係純粹一個手嘅擊打。當我擊完之後入馬緊貼咗啦，我呢腳咧就影響到啦，包括我跪也好，移也好，我都影響到你平衡。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中門嘅，再嚟一次啦，一、二，保持距離啦。咁如果上步咧，一、二，嗱，而家講嘅咧就係一個盤掌。頭先我做咗盤掌啦，咁我喺我哋個名稱咧，我係一個比較容易，我係雙推掌，兩個手。頭先係單推嘅兩手。咁我點做咧？假設對方直拳嗰時咧，我係從外圍兩個手去盤落，一盤低咗之後咧。好，個手掌方向咧變形啦，推。咁我留意咧，當我推嗰時咧，我呢、這個，譬如而家你係右手啦，我左手咧係壓你手臂，變咗一個嘅動向出嚟。咁所以咧，雖然係同一時間喐，但係佢呢個轉圈咧，佢都有次序分嘅，有先後，有邊個用力，邊個咧係後發出力，邊個係早出力。咁啊，再嚟嚟喺度一碰咗之後咧，帶起咗，好啦，咁啊逼住咯，呢個手咧管住你嘅上臂啦，推。